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凯。今天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的发小、好朋友，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洋洋，终于脱单了，终于脱单了啊！实实在是不容易啊。从我没结婚以前就一直给他操心到现在了嘛。然后我们全村了都是给洋洋操的心的，洋洋长得这么帅的小伙儿，到现在还没娶媳妇儿，都是在操心。包括这个在座的所有的网友朋友们，因为我拍视频好几年，洋洋大家也非常熟悉了，都是觉得这么帅没有个对象，特别可惜嘛。但是他今天终于脱单了啊，马上就要订婚了。今天是家里要一起忙着准备东西的，咱们一起去看一下。今天早上起得比较早，我妈已经提前过来了，就是我们这里订婚了、结婚了都要提前。个一两天准备一些吃的，比如说炸椒呀，这些是必不可少的，提前准备好。今天准备好，明天就订婚了，非常的高兴，也非常的激动啊，打心底里是替他高兴。这就是洋洋家了，上来已经开始在炸椒叶和面了。这里我们这里都要这个炸这个椒叶，椒叶面就是提前发好面，昨天晚上就已经发好了。发好，然后就开始兴好，今天就开始做，这个也是非常不会快说点了，吃吧！不会说了，没了吃了。先把它擀成大饼，然后切成那个菱形的块儿就行了。这个大家也都经常见了，对这个椒叶也是非常熟悉了。这是小椒叶，你在哪进来干活的？干活的。你多多说了，嫌媳妇了，高兴不高兴？那我听你要不是上，我听你要不是准备好这个小锅，就开始炸了。小锅最好了，没猪脚的。炸在了也买个小锅猪脚的。这个小锅就是好，炸了好，炒了好，炒过就炒过就是好。你炒过了是那个九个炒就是那个。这个锅也就是把俩柱子炒柴这个锅。你这冻还是不行？就小慢慢就好的嘞，比照比买多好。一会儿就挣来了。这跟没啥子，柴头啊，一摊儿一摊儿就在那儿说的可好听的嘞。一回来了，谁也不给谁上班了。柴头高兴吗？啊，柴头就是在那儿都一算一摊儿一摊儿的。到明年咋再去？这个你听我的，明年咋再去？明年咋再去？可得愿意去柴头。就奔一柴头，可得愿意去。奔一去，挺想挨骂嘞。柴回错回来，这回来去回一个啊，柴头。过来还有嘞。光还有妮妮儿，来来，就是啥哄都不懂的。对，一开始你哄不懂，怎么也不行。洋洋主要是这个全村都操的心了呀，都是说，哎呀，洋洋这长得真好看，哎，都见。好孩子。都高兴。一上午就炸了这么多的椒叶，现在已经炸完椒叶了。今天主角没在家，洋洋昨天去媳妇儿家没有回来，所以大家今天就看不到洋洋了。大家一起祝洋洋这个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越来越幸福，白头偕老，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祝福吧。